候口罩是可以拿下来，当然你可以戴着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完全尊重我们所有选手们的决定。OK， DJ ready。
是要一直比下去，比到我们final前，那就我们这一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哦，因为提升老师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休息一下下，不好意思啦。好的，也是一样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场的最后的对决啊，防守方向以及 ADBKM All the Judges 3, 2, 1，蓝色 K 吧。OK， 平手，紫色，没关系，恭喜我们的蓝方，也就是我们的防守方角获胜。也谢谢我们的 ADBKM， 谢谢，辛苦了，久违的经典组合，来自我们 ADBKM 的选手们，也谢谢我们三位辛苦的评审老师，一样可以稍作休息一下下了。好的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是的，我们中间的这个。